哎，我们 AT 这么多，再多一只也没关系吧？反正我是坦贩啊，再多一只也没关系啊。我这个坦贩有料。我最近入服的收入最大的就是坦贩了啊，玩坦贩不知道怎么出的那种。嗯，就再这样吧。浩年生，我们三个 AD 耶，没事啊。射手越多，赢的几率越高啊。嗯，蛮王上路，狗狗一。What the dog doing？ 哇，刚刚的中单跑到对面去了，这是刚刚我们的中单啊，玩的还不错的。今天是温和小史吗？嗯，这个我们已经决定要当一个温和小史了。你看，面对黑粉，我觉得我已经释怀了。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，就让他们靠背一下吧。可以刷机器人吗？胖叔，反正他们刷一刷会开心，我觉得也是挺有帮助的，真的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坏处。是黑，如果嘴炮我会让你们得到开心，那你们就嘴炮我吧。丹力，你们古早时打职业表现不佳时，遇到屎黑酸民大军靠北，都如何调试心态呢？有两种，心态健强的人呢，就会把那个酸言酸语化悲愤为力量。那、啊、如果心态不好的人就干脆不要看，我们的管理层会规定说啊，他不准看论坛，不准看 PTT 什么的。他们心态比较不好的人就规定他不准看，那心态好的人就没差。他被酸就说哦，干嘛我一定要变强，不会再让他们酸给我看，哎，对不对？这个心态健全的人不怕别人酸了、啊。然后再来就是我说的、啊，这个身为一个男生啊，每个人都必须要有排解压力的方式啊，不管是去厕所怎么样，还是吃东西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每个人都要有排解压力的方式。你一定要好好的释放好你的压力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疼啊？三下我就剩三分之一，进瓜术做坏了，好屁哦。请问 YT 最大奶盘现在可以刷机器人吗？买粉眼，随便你刷什么都行啊，不要影响别人观看就好。我们的唯一规矩就是不要影响别人观看。我是不是要公告一下？怎么一堆人问这种问题？真的很怕被背是不是？我每天在背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觉得要修一点，不然那个金瓜会一直做事啊。在有鬼步有闪现的情况下，应该是不至于被金瓜杀了。请问胖叔叔上路如何耐住寂寞？上路很热闹。天天都有人来吸奶，怎么会寂寞呢？这就是你打的上路跟我打的上路不一样。请问胖叔叔是如何耐住女色的诱惑，三十几年都不食人间烟火？你怎么知道三十几年不食人间烟火啊？没准我没有抵抗得住。That's good。那只有两个，我们就要打激进一点。The shadows are to be feared。嗯，忘了。随时小心金瓜会过来，唯一送头的可能性就是金瓜来到旁边。哦，金瓜下路没事，那我上路直接要理他，没得跟我玩。我们再一波就要走了，然后下一波就要带着金瓜来了。好，要走了，金瓜差不多要来了。我又是龙跟御史耳全掉啊！加一七五，走了。完美了。没事，我拿到了一七五，这波我赚，回家出云龙。我拿的有点惊险啊，不过这跟我单杀他没两样，不能再放资源，确实。血赚。还吃了个炮车，根本血赚了、啊，各位，门王暂时应该没得玩了。等等，我来个红宝石套餐啊！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半配置红宝石套餐。哇，直接秒杀吗？近抓被雾帝尔抓烂了，真难得。通常我们开的直播都是队友被抓烂，不太会是对面被抓烂。资源全掉，全身塞红宝石产物。
就是说每天都啊，上路就边缘人啊，除非会再打起来，啊，不然上路就边缘人啊。这蛮王也做不了任何事啊。他只能在边线啊，边线又带不赢我，他就会卡在那边。他也知道带不赢我，他也不会给我杀，所以我们就会变成0-0啊。犯最强出装，就是呢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犯的最强出装。一个陨落加冰拳，真的真的直接 GG， 所有物理角色遇到饭都直接 GG， 绝对没得玩，保证没得玩啊！右键按着，就算对面是飞科也没得玩，这种就怕法师了，现在不怕。You are dead， 直接 A 到底，一个陨落输出就够了。这是我对范的深刻理解。范呢，只要有一把陨落就好了，完全不用任何输出装。如果我要模仿，再补个智慧默认了。然后呢，你也不要出太多防装，你只要觉得自己不会死，就不用再出防装了。像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死不了了，我下一件装会出智慧默认，我就不会再出防装了。收价前看我能输压、那就是明天要收价了，该收心了啊！放两天假放爽了啊！明天换我放假了，你们情人节就是要白天上班，晚上过情人节啊？我不用，我可以好好的过情人节，在哪过就不知道了。大男主播，完全拉倒。接到底，我的硬度，我的肉度，物体怎么没了？呀，物体怎么没了？不是，物体也不是躺在前面吗？怎么他消失了？物体怎么消失了？物体怎么消失了？我以为有人躺在前面弹塔了，结果他一下就消失了，他直接被秒杀，害我换着我弹塔了。没事没事，看来肉度还有些不足。这个解决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呢，再买一台腰带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已经有物防装了，天赋还点这个调节啊，我们只要买点血量就行了。315还要被嘴爆塞。没事啊，有些死黑观众就喜欢嘴炮啊，对不对？即使我10-0，他们也会觉得我是废物啊。我已经想到100个台词可以嘴炮我了。你妈倒了，我死吧，我跟你们有三个，好都看不上呗。小心点哦。跳完到底。喂，龙缩什么能量？龙缩什么技能？龙缩那什么技能？怎么在喷那个东西？龙缩怎么长那样？好像尿尿一样。你有看到吗？那什么技能？我从来没看过。这龙缩应该是被康出了。他刚上一把是我的中单玩的挺好的。就跟这个蛮王被我扛腿一样，你想想看，我现在出智慧木了，要是我出的是蓝盾制造，我直接站着 A 他都打不赢我。不要把人杀光，好像要送了，他送了，要送了，哇，陨石，能打吗 ？Here come， 直接到底，好像不能乱打，对面。三路兵营死守独堡，别杀了。听说石粉劈开来都是黑色的，石黑也是可以转回石粉的吗？张景瑜跟你问好。那龙兽怎么那么疼啊？刚封我1300呢，金光土袭是啥？是啥？不是，我魔法好歹有100，我被偷烂呢，怎么那么强？射狗传说，感谢射狗 C 的一把，我自定看一下，那龙兽是什么东西啊？怎么这么牛逼？哎，哈哈，好烂！
按着不放。好烂！我没有忠诚兄妹吗？好烂的技能。啊，就这样。知道了，没事。感觉他好像之前太强了，所以现在好像已经是被砍了。我们已经决定要当一个温和小死了。面对黑粉，我觉得我已经释怀了，我也没有办法阻止他们。反正他们酸医生会开心，我觉得也是挺有帮助的，真的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坏处。龙说那什么技能？怎么在喷那个东西？好像尿尿一样。兄弟吗？好烂，被吐烂了。